前后查询过你欠费，信息随时听着网络插通，音量的开关我反复确认几遍，是机智的问我的期待，把各自的留言再对话了，我点了清楚有些好几遍，指定和你标记维度的聊天，以为所有声响都是你的出现，要不你还是把我删了吧，我要惊讶冠命令我发出这句话，天黑之前再讲一句晚安吧，就这样吧，往后的日子别来无恙呀，多想此刻你也很遗憾吧，我们的故事画上句点到此为止啊，聊天与合照彼此别再收藏了，所以再见亲爱的你啊，亲爱的你好。